受一受。对啊，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我这么大分寸，为什么不能相信他？你为什么不能选择相信我？因为我错不起，不明白，我永远都不会明白一个对你动手的人，你竟然跟我说你爱他，爱他你呢？你要我怎么办？你要我怎么办？吵起来了啊！这世界上没有，这世界上没有养权的事情。没有养权的事情。